来了，宝贝儿，今天给大家录一个马克笔作品啊。有宝贝问凡哥，最近怎么不画星空了呢？丙烯呢？丙烯都在画室呢，我都一个礼拜都没出门了。一说出门哈，我就想说到两句，我就天天在窗户上往外看哈，就那些闲溜的人，我看着他们我都恨得慌。哎呀，你是咋寻思的呢？家里头就待不住，现在就非常时期，就是需要你在家待着，就在家消停待着呗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画室就在一条街对面，我都不出门，一个礼拜了我都不去。因为啥？就现在我们面临非常时期，我们做不了什么大贡献，咱就不要给社会添乱了，好不好？你看那些医护人员就在前线跟病毒玩命呢，你干啥呢？在外边闲溜达送人头呢？搁那儿都多大了，还玩叛逆呢？咱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先呸一声，呸！你真是出门，咱说染上点病毒，你回家以后怎么整啊？咋的？就这事儿也得一家人整整齐齐呀？我的天哪，那不哭都没地方哭去吗？你就是为了自己家里人，你也不能出门呀，除非你出门再也不回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